前自称老家在新竹，他就在犯案之后便坐搭乘火车前往新竹，后自知法网难逃，遂于新竹地区通报警方，表示自己犯下的杀人案件。本所于本日下午14时许，接获110通报，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，通报，于本辖有一名犯嫌，前往新竹地区，向警方表示，他于本辖民和街一带有持刀杀人案件。本所警方接获通报后，立即派遣员警前往新竹，将犯嫌在反所厘清当中。